我们要奖励你，现在已经变得很神的神鬼战士了。好感动，我好感动哦。我觉得省钱真的很辛苦哎，我那时候我把多少个名牌放回去啊。又到了我们突袭你家的单元，好久没有这个单元，现在大家跟我一起突袭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你自己开门让我们进来的。哦，这样子哦。我们的贵族现在自助了。耶，来住了。看很久郭姐郭，我总是平均女性要围超过30要的贵族。对呀。因为我们贵族他搬出去住以后呢，他就从落魄贵族变成神鬼战士，所以今天会分享各种神鬼战士的几个点。那在开始之前，要先感谢我们本集的糖果爸爸，就是Pacho。这次的糖果爸爸 Pacho 是一间二手精品拍卖 App。它有提供安心购100%正品保证的服务。Pacho 会到府收取商品至平台，透过 AI 机器加人工双重鉴定，之后也会把鉴定证书寄给买家，而且全站免关税、免运费，可以信用卡、ATM 无卡分期。不止台湾，现在香港也可以使用 Pacho App， 就是站上商品，台湾、香港都买得到哦。我现在有在上面 PO 就是一些精品包包，虽然是我妈的，那还有我自己的商品。我觉得它的界面啊，操作超级简单，然后加上我之前这些东西啊，就有去其他平台卖，然后都遇到诈骗集团超多的。它真的超多诈骗简讯跟电话，超可怕，真的。那你自己有偷逛吗？有逛爆，就喜欢那个 Margiela 的分子鞋，这双。它眼睛在发亮。这双我看到那个就是保加利亚男友穿，他说要买35,000。按这边多少？19,000，13,000，哇！贵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现在贵族已经出来自己住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来拍一个全新的后贵族神鬼战士特别篇。要成为神鬼战士，或是你曾经是落魄贵族，现在要成为跟奢人，第一点就是勇敢开口，脸皮不要钱。这个书柜呢是免费的。鞋柜啦，这个鞋柜是免费。为什么它是免费的？因为这是我跟我朋友要的。所以你的省钱秘诀就是跟别人要免费。第一招。对啊，没有，这是一种善的循环。因为今天我朋友不管就是结婚生小孩或者搬新家，我也都会就是帮想帮他们做一些什么啊。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来请乐他们，就你结婚的时候办当主持人的，你小孩那时候怎样是我去雇的。然后像这个毯子也是之前参加时尚趴的时候，就是品牌主理人特别送，很感动，帮助我们过冬。什么啊？再看这电视多少钱？0元，0元，因为是温跟米姑送的。第二点，没有品牌迷思，只有货比30家，一定要买到最便宜。我去 IKEA， 我会去那个出清区，就他们一楼都是出清区嘛，像这个。就是我去出清区买的啊，有什么哽咽啊？就有一些就有瑕疵的东西啊，然后就卖比较便宜啊。你为什么要哭啊？这个我才买600块而已啊，好可怜。这吸尘器是我买我朋友二手的小米吸尘器，超级烂。因为那时候你不是有发问，然后网友都说你要买戴森。对啊，结果没有，我买了，我已经改变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落魄贵族了。我在戴森前面，我站了几次，我不知道几次。我8个月的时间住外面，我觉得我一半的时间都在戴森前面磨，但我最后还是买了这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台才2500块，它原价4000多，然后我跟我朋友买二手就只要半价。但是它这台真的蛮可怕的，就是你吸一次要清2倍时间，因为它吸尘器很容易卡东西。这看起来没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它下面很棒哦，就是还可以收纳很多的盘子跟碗。这是 IKEA 的吗？不是，这是 Momo 的。Momo 网站找的，而且重点是有很多厂商出这个桌子，但我发现一个玄机，有最便宜的这一张。真的，我买到是我所有笔架最便宜的，这张3000多块。你现在笔架都会比几家？我会比至少4到5家，然后还会以图搜图，用 Google Lens。你看这还可以直接这样收纳，就很棒。这个不错啊。对啊，但有些人会买那种快木的，像 IKEA 也有类似的，7000多块，可我买就是几乎半价，然后这样摆在一起，其实也蛮漂亮的。你家现在还找得到无印的影子吗？无印的东西，其实我是围裙啊，可是围裙也是无印半价的时候买的，就是才400多块而已，而且它是这个麻的，有麻味，所以还不错。麻味是什么？麻味。
400多块无印围裙。对啊，打六折才买的。所以你家具什么都没有买无印的？没有，我没有，因为我就是会找各种外送的会员，他们有时候新加入会员就会打7折嘛，那我就用那个7折就是买家用品，像这个打折之后才100多块，150块而已。像这个就是比较贵的洗碗巾，但洗碗还是要放在，我都是放在便宜，我都是放便宜的洗碗巾进去。第三点，物尽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三十四五十六十七十八九二十，到不能用为止。你们会洗这个重复用吗？不会，我这已经用了，反正大概有5-6次我才换。我都会把它洗很干净，然后晒干之后，然后再继续装。这裤子我已经穿了3年了。我内裤要定期更换才不会，对啊，才不会。所以他那件2000他不能更换，舍不得换啊。所以我想说，好啦，等之后再换啦、啊。你不能穿那种3100的吗？没办法，我曾经试过，但我发现我做不到。你也不要穿吗？我做不到，我发现我没办法。对不起。我就用厨师的水来那个，对啊，就来灌满。哇。第四点。不外食，不外点，能自己做的都自己来。这台咖啡机呢是2990，然后我是用之前买一些家电的 PB， 有400块折抵之后只要2590，然后加上还有这个就是送胶囊，然后我发现啊，就是平均一颗胶囊啊，其实才20.4块，但是你出去买一杯咖啡，平均就是40块，所以其实这样算起来，你买这台咖啡机大概6个月就可以回本了。所以你现在不会去星巴克喝特选豆咖啡了吗？嗯，不会。你多久没喝星巴克？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年嘞。我知道，就是出差的时候不可以报账，我才喝星巴克。其他时候就自己出钱喝星巴克，已经半年了。半年到一年了都没有喝、用健身房倒回来的水要来煮咖啡了，没错。第五点，善用所有可以用的免费资源。请问你的早上都会先做什么？我早上第一件事就会健身房装免费水今天装到了，本来装到了这里，有很多人在排队，有时候没办法装满，而且我以前都很不好意思，就是带一个很小的水壶，而且我那时候带的水壶非常贵，是星巴克的，现在在米兰买的，现在是我妈给我的2000cc， 然后搅两次，要搅两次，好，细的搅两次。第六点，时时记账，每一分钱都不能浪费。我现在每一笔都会记得很清。哎，刚刚他说220多块，而且你现在领钱都会去原银行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就去，如果就是联邦，就是联邦银行，然后如果是台新，我就会走到全家，超远。你想看到发票你会捡吗？不会，我看到钱也会捡，我以前不会，我以前是50块以上我才会捡，就是在马桶里面。那一块钱，现在一块钱也会捡？我会捡。哇，这不一样啊！等一下，这袋子是不是贵的？对啊，这要1380。我是要来包他这一个月的午餐的，怎么还有纹身贴纸啦？昨天拍片的时候用的。以前不会去想说要省钱啦，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享乐啊，享乐为主，享乐主义至上，觉得。平常赚钱已经那么累了，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？就是都是这个观念。但觉得以前都在干嘛？如果那些钱省下来的话，我就不用省了。靠！对啊，希望可以做成功。冰花煎饺，好香哦！一颗2块钱的煎饺，立即试吃。嗯，好吃。如何？很好吃，皮超脆的。第七点，聚会减少，续拖再去，能躲一餐是一餐。嗨，郑爽，嗨，你们在干嘛？等一下，那个什么，7点猫下去？七点哦。我可能会迟到一下下，我可能大概九点到。你不要啰嗦，你给我来。好，我会去，可能9点。
好，拜拜拜拜。我跟你讲，第一个呢，你要看你的朋友是不是很爱开瓶的。如果很爱开瓶，他们有时候会喝不完就带走。然后如果我九点去的话，他们已经吃饱了，我就不用付餐费了。他们如果续拖的话，我就只要付续拖的钱就好啦。那个更爽的就是，可能他们有剩下来的酒就可以喝。天哪，就是尽量把花费减到最少。但我觉得偶尔就是适量。因为喝酒身体也不健康嘛，那你干嘛要就是花钱让自己伤害身体？对不对？啊，那不是我的啊。就是因为我们贵族现在很辛苦，他变神鬼战士，我们要准备一个礼物给他。天哪，真假的？真假的？对啊，就是我们在 Popshop 上面买的。靠！我靠！还是你现在对这个已经没、啊、对精品已经没感觉了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情绪就他嘞？天哪！天啊！啊！是这个，是我那时候看到的，在共享前方那集《神很差》对，要看很久的那个。这个要支援军的啊！谢谢。这是帕丘上面，不然我也买不起那么贵的包包。但是因为帕丘上面就有很实惠的价格，而且它很赞的是，它还有附。他还有附一个这个认证的吗？对，就是他们的卖家都要先寄回 Popshop， 然后 Popshop 就会把它认证过，就会给你一个安心购的鉴定证书，这边就会有一个鉴定证书。我们要奖励你，现在已经变得很神的神鬼战士了。干嘛？干嘛？哭点是啥？快跟我解释。好感动，我好感动哦！我觉得省钱真的很辛苦哎，我那时候我把多少个名牌放回去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把多少个名牌放回去？这个包包他至少拿了大概20次了吧，每次都拿起来再放回去。以后你还是可以逛 Patcho 啊，因为它是二手的。我在上面有看到那个一个 Vivienne Westwood 的包包，也是3000块而已，就很喜欢。谢谢。还在哭。那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Patcho 现在在哪里也可以买的？香港，香港，香港可以买。哦。那继续省钱哦。好，我会去加油的。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买名牌了，我真的很久没有买，4个月。4个月有很久吗？天哪，他好开心！大家也可以上 Popshop 拍拍圈上面逛逛哦，上面有10万件各式各样的精品，而且可以用信用卡、ATM、无卡分期，不同支付方式都可以。然后现在香港也买得到。天哪，我觉得不管穿什么衣服，你就背个这个，大家都会觉得是后牙郎。前面拍了那么多神鬼战士，然后现在马上恢复回来落魄贵族的样子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我很开心，我真的超开心的，这感觉是要努力很多年才买得起的东西，我把它放回去多少次？以前我会用就是负债啊借钱，然后也要去买。我现在了解钱的价值之后，觉得就是二手的更值得，哦，真的很棒。现在国外去参加他朋友的续托了，请问你要怎么去？我要搭捷运。哇，你现在回答好正向阳光哦。对啊，因为我新包包。这个世纪的画面，贵族搭捷运。哪有？等一下一开门要赶快呼吸。点直接练习，但我会继续加油。我现在目标就是搭到最终目标啊，就是搭环状线，因为我从来没搭过。